Hello， 大家好，听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我是谁了啦，我就不露脸了，太丢人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切。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道歉，也很抱歉辜负了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。在这一次的这一波的事件里面，我也是坐立难安哈，心里很过不去。但我必须讲，在过去认识耿如差不多十年的时间，我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改变自己。这些年我觉得我做的真的应该是有到位了。后来生了孩子之后，我又更想要努力。可是很多事情改变不了，已经发生了，很多事情也不可能去推翻，它已经发生过了。我做再好，我去照顾更多人，帮助更多人，我都知道这都来不及了。心里的疙瘩只能用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改变去调整，可是我知道这都很难去掩盖什么。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像我这样子一路走来的，甚至是有一点变态的养成的原因。我没有要辩解什么，我只是不断的去思考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。那故事很长，如果各位有兴趣听的话，就努力听下去。很多事情它一定是有个原因，有个起源嘛。我在大概十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出轨。我也曾经在我爸爸的房间搜到 A 片，很早。然后到国小还没什么大事发生吧，国中的时候心里也有点，所谓的变态吧。我跟很多班上的男同学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啊，大家都在探索性，我也一度怀疑说，我是不是喜欢男生？但我也有喜欢女生，很奇妙，我也会偷看老师的裙子啊，跟小屁孩都一样。跟所有小屁孩都一样，那我也觉得，自己真的有点变态吧。后来我就跟男生少了一些互动，我想现在在做道歉都已经来不及了吧。就像很多人会说，他们碰到这个事，他在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阴影，永远忘不了。其实我也是啊。